快乐戏剧团带来这首《执法和尚帕子》嘞，哇哇，我看吼，阮这个阿公呢、阿伯呢，头髪嘛是安尼，嘛爱让伊执法就好点，变作水的对无吼？哎，无伊，他点本来是无头毛，变无头毛，但是我呢，头髪呢乱七八糟，无一定较等呢，变一个变作水的哦，对无？来，有赞无？赞，来，再来一届，赞。赞赞赞赞！哇，跑枪拍起来！哦，真好。哎、欸，你知影无？世间呢，有当时诶，要等一个物件是足艰苦诶，尤其是男女之间呢，要等人呢，迄嘛是足忝诶。哦，等哦，等哦，苦苦等哦，等无。哦，有一届哦，谈恋爱时阵就是安尼哦，伫对面等伊讲，拜托诶，你紧来啊，毋过等无呢。不过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想一想呢，等一下下呢，或许呢，就是你幸福的一个泉源哦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我们快乐歌手珍妮，婆香帕吉嘞，带来这首《淡季》嘞，掌声鼓励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谢谢。